尽愁，情意落山，你我若见乱了谁眉眼，兜兜转转无事出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，时间尽头与你相守无所求，蓦然回首，时光搁浅凝春短，风雨凄寒驻足石板，谁泪流满面，长夜漫漫深深轻叹，唱不尽出行的事安排妥当了吗？君上放心，一切安排妥当，不会出任何乱子。嗯。君上，丑娘娘落井一事是否需要调查？查。君上有怀疑的人？没什么，下去吧。是。明明一切尽在掌握，顾却自己破坏了计划。仇情里，顾都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了。好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就那样。姑娘，来看看。姑娘，来一串吧。嗯，好漂亮的果子。先生，奴婢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果子。少爷，您就行行好，给我买一串吧。嗯，多大了，还吃这种小孩子吃的东西？就一串。喂。樱桃葫芦儿，樱桃葫芦儿，可甜可甜的冰糖葫芦喽！凄寒驻足石板，谁泪流满面，
君生，王兄，你没事吧？眼睛用来干什么的？有危险不知道躲开吗？奴婢知错了，那奴婢先去前面给您探探路。有话不会好好说，那么凶干什么？彼此不离不弃的，你忘了吗？我答应过你，等我金榜题名时就风风光光的来娶你。小茹，我来了，你嫁给我吧。好浪漫。小茹，跟我回家吧。哎，果子，你别去沉默，回忆温柔昨天，爱恨如霜月，难免是缘是缺，命运不过辗转了时间，凌云变迁，踏平江下艰险。哇，好痴情啊。动手。曹青离，你给姑撑住，没姑的命令你不准有事。君上恕罪，娘娘脉象不稳，似是病情加重，山庄中药材不足，难以医治娘娘的病情，即刻回城。君上，此次出巡上下好几百号人，即刻回城怕是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在这儿。备马，即刻出发。是。